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塔纳巴达七夕的季节快到啦，这次我要介绍这个季节适合吃的七夕凉拌料理。说到凉拌，你有常常做料理给凉拌吃吗？还是自己做自己消化比较多？这次示范的料理是自己做或跟凉拌一起做都很适合的田馥罗凉面。制作口感好的田馥罗的秘诀是有温，保持适合的温度才可以做理想口感的田馥罗。当然挑选适合的油也是很重要，这次我有准备这一瓶，它是泰山金恒369盐旋调和油，它是天然植物性纯油调配制作，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，因为有稳定性，像这一次的样子制作田馥罗的时候使用也非常的适合。当然其他的烹调包括拌炒料理、煎料理也很适合哦。这次使用这一瓶，我来给大家看如何做出来超级好吃的天ぷらそば，做法是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好了，准备的流程差不多完成啦。食材大家可以选当季的或方便买得到的都没问题哦，但是有的瓶子要好好思考使用哪一个。这次我用这一瓶，它是泰山金恒369盐旋调和油，它是结合各种纯油营养精华的调和油，包含 Omega 369，透过料理用的油分还可以补充需要的营养。那现在我们要开始炸，制作田馥罗很重要的是温度，最好食材都是很冰，然后油温保持适合的温度，利用这个食材跟油的温度差就可以做出来酥脆口感的田馥罗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做。
OK, 醤子醤油非常好吃的夏野菜の天ぷらそばとオクラの和え物完成啦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哦，看起来非常的清爽哦。好了，那么我来先试试看ナス茄子，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我非常喜欢这个茄子的甜腐肉，可以享受这个啊里面嫩的口感，当然这个外面的啊壳是蛮酥脆的，吃这个下面的。そば、炒麦麺喽，いきます。这次我有另外做了一道简单的凉拌，那这个酱是跟沙拉酱有一点接近，直接淋在生菜上面也很适合的。好了，那么我来就试试看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哦。这个味道蛮清爽的，可以享受各种蔬菜的风味。好了，这次介绍的料理做法非常的简单，这一道包含做凉面跟做炸物的两种料理，流程会比较多的。那如果觉得太忙，不用搭配凉面，直接享用或做成冬饭也很简单，很好吃的。重点是不管做什么料理，要好好挑选好瓶子的油，使用这一瓶泰山金恒369盐泉调和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如果想要详细的介绍，请到泰山官网看看。希望大家享受美味七夕料理，谢谢。